挽回女朋友系列送给前任的话。你好。哎，您是陈玉小姐姐吗？啊。哎，这边是点歌台的，有个叫 G 先生的朋友，让我们给你转达一段话，还有一首歌，你有时间听吗？什么？J 先生。哎，对，花个几分钟听一下他给你的话，还有歌曲，好吧？哦。啊，那我先念一下他给你的留言啊。他说。小月月，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都很好，是我辜负了你一片真心。我很愧疚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好好待你，还老是跟你发脾气。我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没有人能相信我，我也不能给自己证明。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也没有喜欢过别人。我知道，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想你。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好，以上是他让我转达您的话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讲的？没什么。您可以边听一下他送给您的歌，然后你再想一下，好吧？好，他给你点这个歌叫《爱不得忘不舍》，送给你，是我们现场给你弹唱的，谢谢您收听啊。我们的关系轻易不没资格，毕竟深爱过，退不去又舍不得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哎，我们想到有没有什么话想在这里对他转达的吗？不知道如果说你们私下可以联系的话，哎，如果说您还可以给他机会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暗示他一下，或者联系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。好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拜拜。